凭着你在下路徘徊啊，要应月吗？三级打两级要硬来了，直接赶出经验区了，死了！这一幕我见过，这下路点呢、啊？这三级又吃不了线了，这一幕我真见过啊！中路也被打回家，沙皇两瓶药，飞机已经没血了。这对线就虐昏了，上路是第一波线一个兵吃了一个兵，下一把这下路线控在这玩不了啊！打莱奥克一套，上路拿回来，我操，好痛啊！征服者叠满，这打野如果再上上路也能越啊，不过这一波落手六级的。上路50刀打20刀啊，杰杰还在下路漏了吃小龙，看一下冰之镣选择硬干吗？没有，还是很稳的回家了。中路什么情况？单杀了已经。哎呦，这也太难顶了。下路勾到 AD， 哎，我直接交闪治疗一手治疗，哎，但 Q 空了，查一下平 A 应该是，还是死了。哎，这一波抓下路没问题，瑞尔在旁边有点远的。姐姐吃闪现躲钩 Q 到 L 克，顶级操作没问题，还要追这里 ONOA 也要送了。瑞尔姐走没问题，游戏还在继续，两个人都选给姐姐，不对，第一个是霞拿到的，姐姐站出来了 EDG 的超人，超人冲拳啊，这波左头。不过杰杰并没有任何抓人的打算啊，还是一直在 farm。 这里我直接过去被打了一套，血条很低了。哎，侠这里也没帮忙挡钩，怎么个情况啊？ ED 下路这两兄弟是什么个意思啊？第一波辅助不帮挡，第二波 AD 不帮挡。我、哦、上路直接越塔单杀了，下路路过这里，感觉我跑掉了，飞机炸包下来，熏这里感觉是不是要死了？哎呦，R空了！一滴剑拿着好小龙，哦，哎呦，飞雪这波伤害拉满呢。哎呦，飞雪这波伤害拉满了，飞雪，飞雪啊！对面有闪，这波 EDG 的中野配合完美啊 ！BDG ON 打了死亡，走位走不掉，没问题 ，EDG 还存活着。这波炸药包的伤害灌得满满当当。上路这里确实是掉血，稍微掉一点就要被斩杀。A 再 A 一下一个 W 玩，我靠，这种血量闪现再一 Q， 哎呦，这波开的可以啊，死了。欧文这波也没闪的，哎，戳空，但后续没伤害了，欧文还是有点肉的。来啦，熏这里也很脆。不过触发了一下余震，这里兵开的疾跑，生气了 ，BDG 兵要闪现扯了，扯想的反应，但这里锁到兵，后续熏直接反开，兵这里可能会被秒，但是好像不对，没有 DPS， 这里无敌耳踢下来被秒了，标记欧文闪现一勾，勾的是我的，有龙杀嘞。勾到哪里去了？阿里阿塞哦！上路二塔，飞仙要被打炸药包嘞，炸药包没了。我伊利基这里也是反扮演去拿一条小龙，小龙拿的代价就高地没了，赚吗？当然是不赚。看伊利基这波怎么选，高地给，还在打小龙，这小龙肯定也要 run 到最后了，要不加也给了。继续一波标记，随便跟你玩一玩，
加给了 EDG 说我不要，加给了杰杰说我不要，飞机没开，洛斯加给了，加要不给了，杰杰还没回，杰杰回了，当着你的面开大吗？过到这里诺把自己人打出来，这波杰杰这么说啊，皮哎呦冰清场给对面五个人集火，自己拖了一会儿还是死了，这里标记锁都锁到，感觉情况不对劲，全要死，戳距离不够，先杀这里脸上的乌迪尔，闪现直接收到双杀，这里艾奥克正面的乌迪尔也跑不掉，死了三个，大龙大了，迷你机这里在发上路的信号，赶紧一波，别浪费时间了，快点下班，牛逼啊，就喜欢这速度，哇一个推两只，这里姐姐赶紧帮我跑啊，有机会吗？艾奥克不可以走，虐得好狠啊，22分钟加没了，这里侠活了以后还被闪现勾出来秒掉，残忍啊，太残忍了，这是把 EDG 要打下地狱啊，纯虐，我的个龟龟子啊。